伤心的都忘记了，只记得这首守望歌。这一生只愿只要平凡快乐，谁说这样不伟大呢？在第25个，嘉儿是年前的今天晚上的此时，我们早就已经唱完属于我们的五月天天字第一号的演唱了。今天我也不打算站着让你们说话，我们就躺着看看星星吧。其实哦，我们平常虽然常常见面，不管练团演出，一起坐车坐飞机，在工作房在大鸡腿，但我们好像也少了很多机会，就像喝醉了之后会说出自己心里最深的感觉。我现在好想听一听你们每个人所以说此时此刻的感觉哦。谢谢台下的所有人，应该20几年前没有人想过最后会有一天躺在世运主场馆的正中央，转来转去在这个地方聊天，然后还有几万人居然专心的听我们聊天。如果那个时候的我知道，一定觉得这一切超荒谬。当然最重要的是谢谢台上的所有人，莫名其妙我居然跟你们在一起1/4的人生，好惨但很开心，谢谢你们。我那时候刚学吉他的时候，你都会看那个音乐录影带，都会很想要想说吉他学好一点就可以在舞台上面表演，但是那个音乐录影带里面的舞台没有这么大，现在的状况已经超过我那时候所能想象的最大值。我想要说能弹吉他真是太好了，能玩音乐真是太好了，能跟你们四个一起组团真是太好了，谢谢你们，谢谢玛莎，谢谢石头，谢谢阿信，谢谢冠佑。然后我要说，能在这里躺在这里跟现场的所有人一起看天空，虽然有点晕晕的，但是也真的是太好了，谢谢你们。我记得上一次跟五月天其他团员躺在草地上看着星星，那时候20几年前，我还是高中生。那天晚上也在大安森林公园，我真的喝醉了，为了一个女生失恋了，还在那边吐，躺在草地上。但那时候关又不在，有其他几位陪着我，看着星星安慰着我。我没有想到20几年后能够在这个舞台上跟他们躺在一起，但是这感觉很好，我想要一直躺下去。哎，不要啊，不
不可以一直躺下去。你至少初一十五要回家。喂，喂，你等一下要站起来啊。我想说的是，因为其实，这一次在这25周年前几天，其实身体出了一些问题，其实就会想到说啊，我们应该是我们要把我们自己的身体都照顾好，然后好好的往前看，迈向下一个25年。所以在场的50005人，你们每个人都要好好的，让我们迈向下一个25年。最后，我想说，事实上，在这个地球上，有更多数不清的人，在此时此刻，想要挤进这个体育场。和我们一起度过这一刻。我们知道你在手机前，在电脑前，电视前，在这个地球上的某一个城市，某一个角落，是怎么样的缘分让你在此时，让你的心和我们的心紧紧地系在一起。我想说，所有知道五月天的名字的人啊，谢谢你，我爱你。我现在要说，这一刻我真正的感想了。我现在好想吃蛋糕哦。嗯，蛋糕，现在会有蛋糕吗？的蛋糕，现在我们在看星星，哪里会有蛋糕？大家一定会觉得说啊，你们后面有准备，真的有蛋糕哎、欸！我们居然躺在蛋糕上，对啊，五月天。心的，再往起来，自己的建设桥。